数字化智能化转型，集中展示印刷全产业链的最新智能化技术成果和前沿趋势。据了解，本届全印展共吸引了来自德国、英国、印度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00家展商参展，展出规模超过110000平方米，共设7个主题展区，横跨数字印刷、工合包装、创新材料等全产业链，覆盖印前、印刷、印后各个环节，多款创新产品集中首发。我们这次推出的是工业级的喷墨印刷的一个。